来，请上前。你好，周迅。Hello， 来这边请。走偏了。你好。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发展得很好，但应该是第一次合作吧？对，感觉怎么样？第一次合作，因为我们拍《纯果乐》的时候，就是在有三个果园嘛，对，然后我们那个阳光也很好，然后古先生也很会，也很幽默，对，那所以也拍得很愉快。那古天乐呢？感觉跟周迅合作默契吗？我觉得他是一个。是一个好人这样的评价没有没有他我觉得他很年轻对他其实真的很年轻还有就是很我拍的时候很爱跟他聊天对就是说一些演戏的工作上的一些问题还记得吗其实我的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然后民风也非常淳朴对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衢州有个周迅对然后在跟他碰面的时候他也会知道啊你回来了就是那种非常亲切的感觉没有那个距离这样就像朋友一样对一起来聊天很开心给我的回忆就是最纯净最美好的童年还有少年对然后在那儿过得很简单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家乡也赋予每个人身上有一些根基的东西对那所以是非常非常简单美好的记忆对很纯真是吗对对对好就是加入去做这些我们的贡献那我们共同发起的会是一个保护天然果园的这么一个项目对然后会有一个20万的定向捐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